吾大师哔哔哔哔，吾大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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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吴大师哔哔，他姓吴的大师啊，他妈妈叫啊不，他的老婆叫哔哔哎。啊，他姓吴叫大师。啊，吴大师。太太叫哔哔哎，吴大师哔哔。夫妻，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，就叫做吴大师哔哔。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。啊，真的吗？对。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？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。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的？对，海绵体的啊 ，B B 是洞口。对，桃山村的，不好意思，扯远了。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？
张学友，不是你爸爸名德鲁古名字，德鲁古，你爸爸德鲁古的名字。Nuno， 啊 ，Nuno， 那你叫东东 Nuno， 对，那你国语名字叫什么？请问一下吗？国就叫东东，我没想定名字。国语名字，就叫东东啦。中文的名字，文义，姓李吗？江，江文义，长江的江还是姜子牙的姜？姜啊，长江的姜。姜文义，文章的文吗？对，义气的义，三民主义的义。哦，可以问几岁吗？两岁。认真一点，几岁啊？三十。三十哦。那个住在什么村？和平村。和平哈、哦，爸妈都得了骨吗？都得了骨啊。哦，好好好，好谢谢啊。要不要唱第二首？再一首，凑十分钟。你等一下，再点一首啊！嘟嘟嘟，两首你。爸爸叫尤达，不是不是，哑巴了，爸爸叫哑巴，爸
爸叫亚拉，阿公叫尤达，阿公叫尤达，阿妈叫亚弟，阿爸叫亚弟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弟弟，你跟他讲说眼睛要看这里，眼睛看这边，这里哈，这里哈。我讲你讲放这边哈。好看这边哦，对哦。好，妈妈叫亚亚，妈妈叫亚亚。爸爸叫尤达，爸爸叫尤达。啊，不对，又讲错了。哎，重新。妈妈叫，看这边。妈妈叫雅雅，妈妈叫雅雅，爸爸叫雅爸，爸爸叫雅爸，然后阿公叫尤达，阿公叫尤达，阿妈叫雅弟，阿妈叫雅弟。好，等一下哦，好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Thank you.